彩儿姐宣传片的拍摄地点是在一个绿布当中，从这浪漫的光线还有群演当中的欧洲面孔就可以推测应该是在一个异国的海岸边吧。小生哥宣传片拍摄的地点定在我身后这个类似车库的地方，男人嘛就喜欢在私人的空间里面捯饬，所以故事也从身后的这个车库发生的。可以开心去旅游啊，我待一下等你啊。好的，二一 ，Action。我。今天穿那么隆重，有什么特别的日子啊？好的。真哥，那个后面的反应给我有没有稍微高兴一点呢？好高兴。他不太谢我们的节目。开心啊！稍微开心一点，要开播了吗？那我是羡慕他去啊，所以我不应该是。不好意思，不是爸爸去哪儿？要这么计较嘛？哎呀，大家都是芒果 TV 的。老公啊，老婆，你让我叫你起来哦，现在下午三点了，你四点弄船，赶紧哦。你刚刚说你那边几点来着？你不是说下午三点吗？啊，三点！你白痴啊！你不知道有时差、啊，船。船，完蛋！一去肯定会骂死。反正怎么样也好，你好好开心去玩就好啊，注意安全啊！